Expand your vocabulary with our Core 2000 Words ebook. It's free and packed with essential expressions that you'll use on a daily basis. Start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today.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to download your free Chinese ebook before it's gone. Hi everyone, I'm Gabriella. How are your Chinese listening skills? In this video, you'll have a chance to test them out with a quiz. First, you'll see an image and hear a question. Next comes a short dialogue. Listen carefully and see if you can answer correctly. We'll show you the answer at the end. Are you ready? 请看你们手中的资料，左边的表显示了我们公司过去三年的销售额以及本年度的销售预期，右边的表则列举出了到今年10月为止每月的各项分类数据。现在，请看左边的表，可以看出在过去三年里，我们的销售额持续平稳增长。如果能保持增长的势头，那么今年的销售额将会超过去年。接下来，请看右边这张表。 从这张表可以看出，我们在4月和8月的促销活动是富有成效的。但是在促销活动之后的5月和9月，销售额有所下降。是的，但这种反弹效应是在所难免的。我预计，如果我们能保持增长的话，今年的年度销售额将会高于去年。他在报告时使用了哪两个图表？ 一个男人正在会议上报告公司的销售业绩。他在报告时使用了哪两个图表？请看你们手中的资料。左边的表显示了我们公司过去三年的销售额以及本年度的销售预期。右边的表则列举出了到今年10月为止每月的各项分类数据。现在，请看左边的表，可以看出在过去三年里， 我们的销售额持续平稳增长。如果能保持增长的势头，那么今年的销售额将会超过去年。接下来，请看右边这张表。从这张表可以看出，我们在4月和8月的促销活动是富有成效的。但是在促销活动之后的5月和9月，销售额有所下降。是的，但这种反弹效应是在所难免的。我预计，如果我们能保持增长的话， 今年的年度销售额将会高于去年。一个男人准备加入健身俱乐部，他正在了解相关条款。他会选择成为哪一类会员？首先，我来为您说明这本手册上列出的本俱乐部的各种会员类型。普通会员可以在一周中的任意一天的任何时间使用健身房和游泳池。我们还设有晨间会员，此类会员只能在早晨使用我们的设施。此外，我们也向只需要在晚上来健身的人提供晚间会员服务。对晨间会员开放的是什么时段？晨间会员可以在早上6点到10点之间使用设施。 晚间会员则是在晚上6点到11点。原来如此，这样晨间会员就可以在上班路上顺便来健身。没错，晨间会员制很受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们的欢迎。如果你只想使用健身房或游泳池的话，我们也单独开放相应的会员资格。我想两个都用，我想在平时早上上班前上健身房，周末游泳。 你们有那种平时只限晨间时段、周末则可以全天使用的会员类型吗？很抱歉，先生，我们没有此类会员服务。好吧，我周末没法早起，还是选这种会员吧。他会选择成为哪一类会员？一个男人准备加入健身俱乐部。 他正在了解相关条款。他会选择成为哪一类会员？首先，我来为您说明这本手册上列出的本俱乐部的各种会员类型。
普通会员可以在一周中的任意一天的任何时间使用健身房和游泳池。我们还设有晨间会员，此类会员只能在早晨使用我们的设施。此外，我们也向只需要在晚上来健身的人提供晚间会员服务。对晨间会员开放的是什么时段？晨间会员可以在早上6点到10点之间使用设施，晚间会员则是在晚上6点到11点。原来如此，这样晨间会员就可以在上班路上顺便来健身。没错，晨间会员制很受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们的欢迎。如果你只想使用健身房或游泳池的话，我们也单独开放相应的会员资格。我想两个都用，我想在平时早上上班前上健身房，周末游泳。你们有那种平时只限晨间时段，周末则可以全天使用的会员类型吗？很抱歉，先生，我们没有此类会员服务。好吧，我周末没法早起，还是选这种会员吧。一个女人正在跟一个在印刷公司工作的男人讨论新产品宣传册的相关事宜。宣传册设计初稿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我们决定在10月15号发售新产品，并希望和贵公司签订制作宣传册的合同。感谢贵公司的青睐，我们很高兴能参与此次项目。可以告诉我们日程安排吗？什么时候需要一切就绪？考虑到印刷所需要的时间，我们希望在9月底之前投入印刷，能在8月中旬把设计初稿给我们吗？是这样的，我们会准备3份设计方案，然后请你们选出最符合产品理念的。我们将在你们选出的方案的基础上定稿，所以，如果能有2周以上的时间给我们准备的话，就再好不过了。嗯，行，一个月的时间应该足够挑选设计方案以及定稿，就看你们的了。您真是找对人了，我们的设计团队是最棒的，非常感谢您。宣传册设计初稿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一个女人正在跟一个在印刷公司工作的男人讨论新产品宣传册的相关事宜。宣传册设计初稿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我们决定在10月15号发售新产品，并希望和贵公司签订制作宣传册的合同。感谢贵公司的青睐，我们很高兴能参与此次项目。可以告诉我们日程安排吗？什么时候需要一切就绪？考虑到印刷所需要的时间，我们希望在9月底之前投入印刷，能在8月中旬把设计初稿给我们吗？是这样的，我们会准备3份设计方案，然后请你们选出最符合产品理念的。我们将在你们选出的方案的基础上定稿，所以，如果能有2周以上的时间给我们准备的话，就再好不过了。嗯，行，一个月的时间应该足够挑选设计方案以及定稿，就看你们的了。您真是找对人了。我们的设计团队是最棒的，非常感谢您。一个女人正在打电话预订一场舞台剧的票。她预订了哪2个位子？您好，这里是布莱克·弗莱尔斯剧院，请问有什么需要？我想要2张今晚5:30的《李尔王》的票，还有空位吗？还有一些，但是没有相邻的座位了，您不介意的话，可以选择分开来坐。可以，我们不介意。您对座位有什么要求吗？有没有过道旁边的座位？有的，中间部分的左侧有一个靠过道的空位，还有一个空位在它右边隔了3个位子的地方。靠边的，那我要靠过道的那个。好的，另一个呢？有靠中间的空位吗？中间的只有第1排到第3排有空位。演员的口水应该没那么让人难以忍受，所以这边的位子比较小。其实您即使坐在最后一排靠边的地方，也能好好欣赏演出。是吗？那我还是要你之前说的那个左边的位子吧。
他预定了哪两个位子？一个女人正在打电话预定一场舞台剧的票。他预定了哪两个位子？您好，这里是布莱克弗莱尔斯剧院，请问有什么需要？我想要两张今晚5:30的《李尔王》的票，还有空位吗？还有一些，但是没有相邻的座位了。您不介意的话，可以选择分开来坐。可以，我们不介意。您对座位有什么要求吗？有没有过道旁边的座位？有的，中间部分的左侧有一个靠过道的空位，还有一个空位在它右边隔了三个位子的地方。靠边的，那我要靠过道的那个。好的，另一个呢？有靠中间的空位吗？中间的只有第一排到第三排有空位。演员的口水应该没那么让人难以忍受，所以这边的位子比较小。其实您即使坐在最后一排靠边的地方，也能好好欣赏演出。是吗？那我还是要你之前说的那个左边的位子吧。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办公室讨论明天的报告的准备情况。女人会在对话结束后检查什么？好，我觉得明天的报告准备的差不多了，还有点收尾工作。明天的会议9:00准时开始，你今天能再检查一下会议室吗？我已经检查过了。很好，投影仪没问题吧？我打算明天早上用我的笔记本电脑检查。不行，今天就得检查好，如果明天早上发现有问题的话，会没有时间处理。一定要在今天检查好投影仪，这是首要任务，记住了吗？好的。还有，开会用的资料准备好了吗？田中在准备。我想想还有什么。哦，检查过书写板了吗？检查了。有时候笔的墨水不够，你检查了吗？还没，不过等会儿我会检查的。好，一定要在今天弄好。女人会在对话结束后检查什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办公室讨论明天的报告的准备情况。女人会在对话结束后检查什么？好，我觉得明天的报告准备的差不多了，还有点收尾工作。明天的会议9:00准时开始，你今天能再检查一下会议室吗？我已经检查过了。很好，投影仪没问题吧？我打算明天早上用我的笔记本电脑检查。不行，今天就得检查好，如果明天早上发现有问题的话，会没有时间处理。一定要在今天检查好投影仪，这是首要任务，记住了吗？好的。还有，开会用的资料准备好了吗？田中在准备。我想想还有什么。哦，检查过书写板了吗？检查了。有时候笔的墨水不够，你检查了吗？还没，不过等会儿我会检查的。好，一定要在今天弄好。Hi everyone, I'm Gabriella. How are your Chinese listening skills? In this video, you'll have a chance to test them out with a quiz. First, you'll see an image and hear a question. Next comes a short dialogue. Listen carefully and see if you can answer correctly. We'll show you the answer at the end.Are you ready? 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选择酒店。他们会选择哪家酒店？我们得为下个月的旅行订一家酒店了。好吧，我们到网上查一下。海洋酒店在海滩，这里说每人一晚120美元，而且还有自助早餐。松柏酒店呢？80美元一晚，我不想在住宿上浪费太多钱。但是松柏酒店离海滩和市中心都太远，而且这里说无线网要收费。那日出酒店呢？平常是140美元一晚，不过现在他们在做促销，
这个酒店在海滩和市中心之间，而且还有免费无线网。太好了，等一下，这里说促销只限下个星期。啊，我刚才没看到。那这个皇家酒店怎么样？在市区的中间，一晚$100，房间看起来不是特别好，不过有免费无线网。好吧，就订这个酒店。可是已经订满了。真倒霉，我觉得还是第一个最好。第一个订满了吗？没有，太好了。他们会选择哪家酒店？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选择酒店。他们会选择哪家酒店？我们得为下个月的旅行订一家酒店了。好吧，我们到网上查一下。海洋酒店在海滩，这里说每人一晚$120，而且还有自助早餐。松柏酒店呢？$80一晚。我不想在住宿上浪费太多钱。但是松柏酒店离海滩和市中心都太远，而且这里说无线网要收费。那日出酒店呢？平常是$140一晚，不过现在他们在做促销。这个酒店在海滩和市中心之间，而且还有免费无线网。太好了，等一下，这里说促销只限下个星期。啊，我刚才没看到。那这个皇家酒店怎么样？在市区的中间，一晚$100，房间看起来不是特别好，不过有免费无线网。好吧，就订这个酒店。可是已经订满了。真倒霉，我觉得还是第一个最好。第一个订满了吗？没有，太好了。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正在讨论会议室的布置。他们会怎样摆放桌子？我们来把明天会议的桌子摆放好吧。好，我们要把桌子都放在房间的中心，这样大家都能围着坐，而且可以面对彼此吗？不要，一开始会有一个小组讨论环节，所以我们可以把桌子分成四部分，每一组坐四个人。好，我来把便签本和笔放在桌子上。谢谢。在讨论开始前，我们会用到投影仪做一个简短的解释，所以这里需要放一个投影仪。好的，我们还会用到一个白板吧？我把白板放在屏幕旁边可以吗？把白板放在屏幕的对面怎么样？放在会议室的后面吧。我明白了。记得在会议结束后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原位，每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摆成四排。他们会怎样摆放桌子？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正在讨论会议室的布置。他们会怎样摆放桌子？我们来把明天会议的桌子摆放好吧。好，我们要把桌子都放在房间的中心，这样大家都能围着坐，而且可以面对彼此吗？不要，一开始会有一个小组讨论环节，所以我们可以把桌子分成四部分，每一组坐四个人。好，我来把便签本和笔放在桌子上。谢谢。在讨论开始前，我们会用到投影仪做一个简短的解释，所以这里需要放一个投影仪。好的，我们还会用到一个白板吧？我把白板放在屏幕旁边可以吗？把白板放在屏幕的对面怎么样？放在会议室的后面吧。我明白了。记得在会议结束后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原位，每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摆成四排。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正在讨论办公用品。男子会预定什么？
你需要检查一下我们办公用品的库存，在每个月预定一次我们需要的用品。这次我们一起对着清单检查一遍。谢谢，那就从纸开始吧，好像只剩一箱了。我们每天用的纸都特别多，所以我们再多预定两箱吧。好，打印机没有彩色油墨了，我们要订一些吗？哦，这个没问题，因为我们不打印彩色文件。是吗？行，有些白板用的马克笔好像没有水了。是的，那些需要换掉，如果订五支一套的马克笔会有折扣，所以就订这种吧。好，对了，我们可以再订一个鼠标吗？我的鼠标好像反应很慢。我估计是因为快没有电池了，我们去看看电池的库存，如果剩下不多的话就再订一些。行，我们还有三个电池。你可以给你的鼠标拿两个，不过去买一个六支装的，把这个换掉。男子会预定什么？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正在讨论办公用品。男子会预定什么？你需要检查一下我们办公用品的库存，在每个月预定一次我们需要的用品。这次我们一起对着清单检查一遍。谢谢，那就从纸开始吧，好像只剩一箱了。我们每天用的纸都特别多，所以我们再多预定两箱吧。好，打印机没有彩色油墨了，我们要订一些吗？哦，这个没问题，因为我们不打印彩色文件。是吗？行，有些白板用的马克笔好像没有水了。是的，那些需要换掉，如果订五支一套的马克笔会有折扣，所以就订这种吧。好，对了，我们可以再订一个鼠标吗？我的鼠标好像反应很慢。我估计是因为快没有电池了，我们去看看电池的库存，如果剩下不多的话就再订一些。行，我们还有三个电池。你可以给你的鼠标拿两个，不过去买一个六支装的，把这个换掉。一名女子正在游客中心向一名男子询问如何去机场。她接下来要去哪？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想去机场，你能告诉我怎么去吗？行啊，有几条线路都可以走。如果你坐一路公交车，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但是价钱是最便宜的。如果你坐二路公交车，大概需要50分钟，因为是直达车，但是每小时才有一趟，而且更贵一点。我知道了，出租车呢？游客中心前面就有个出租车站，大概需要一个小时。但是出租车比公交车更贵，因为出租车走高速路，大件行李还要额外收费。哦，这我没想到，对我来说太贵了。对了，你在这停留期间有在购物广场消费吗？他们为在购物广场消费的客户提供免费的从购物广场到机场的班车。哇，我还真不知道呢，我还没有买，不过我打算买些纪念品来着。那样的话，你就可以坐他们的班车了。他接下来要去哪？一名女子正在游客中心向一名男子询问如何去机场。他接下来要去哪？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想去机场，你能告诉我怎么去吗？行啊，有几条线路都可以走。如果你坐一路公交车，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但是价钱是最便宜的。如果你坐二路公交车，大概需要50分钟，因为是直达车，但是每小时才有一趟，而且更贵一点。我知道了，出租车呢？游客中心前面就有个出租车站，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但是出租车比公交车更贵，因为出租车走高速路，大件行李还要额外收费。哦，这我没想到，对我来说太贵了。对了，你在这停留期间有在购物广场消费吗？他们为在购物广场消费的客户提供免费的从购物广场到机场的班车。哇，我还真不知道呢，我还没有买，不过我打算买些纪念品来着。那样的话，你就可以坐他们的班车了。一名女子和一个供货商正在打电话。女子会先买什么？我们需要在下个月的促销活动前，请你们再做一些毛衣给我们送过来。好，你需要什么？我需要1000套小号的红色毛衣，400套中号的红色毛衣。我们在月底前还需要600套小号的绿色毛衣，200套中号的绿色毛衣。红色和绿色的毛衣，是这样，我们现在缺绿色的毛线，要从其他供货商那里拿。我们就先做红色的吧。不行不行，我们要红色和绿色的一起送到，所以绿色毛衣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好的，我觉得现在应该可以做200套。你先要哪个码的？我们先要小码的，抱歉我们通知的这么急，但是希望你们能帮这个忙。行，我们尽力，我们会把那些绿色的毛衣和所有红色的毛衣都送到的。女子会先买什么？一名女子和一个供货商正在打电话。女子会先买什么？我们需要在下个月的促销活动前，请你们再做一些毛衣给我们送过来。好，你需要什么？我需要1000套小号的红色毛衣，400套中号的红色毛衣。我们在月底前还需要600套小号的绿色毛衣，200套中号的绿色毛衣。红色和绿色的毛衣，是这样，我们现在缺绿色的毛线，要从其他供货商那里拿，我们就先做红色的吧。不行不行，我们要红色和绿色的一起送到，所以绿色毛衣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好的，我觉得现在应该可以做200套。你先要哪个码的？我们先要小码的，抱歉我们通知的这么急，但是希望你们能帮这个忙。行，我们尽力，我们会把那些绿色的毛衣和所有红色的毛衣都送到的。Hi everyone, I'm Gabriella. How are your Chinese listening skills? In this video, you'll have a chance to test them out with a quiz. First, you'll see an image and hear a question. Next comes a short dialogue. Listen carefully and see if you can answer correctly. We'll show you the answer at the end. Are you ready? 一名女子正在询问图书馆借还图书的程序。图书馆一次能借出多少图书？打扰一下，您能告诉我如何借书吗？你是第一次来图书馆吗？是的。好的，我来跟你解释一下规则。在这个图书馆，每人最多可以借6本书和5张 CD 或 DVD， 不过总数不能超过10件。借书的时间为2周。如果你想延期，请在过期之前办理续借。杂志和报纸也能借吗？报纸不能借，但是杂志的话，除了最新一期的，其他可以借。能通过邮寄还书吗？我们不接受邮寄还书，请亲自来图书馆还。图书馆没有开门的时候，你可以把书放在进门的归还箱里，但是请不要把过期的书放在那里。我明白了，非常谢谢你。图书馆一次能借出多少图书？一名女子正在询问图书馆借还图书的程序。图
图书馆一次能借出多少图书？打扰一下，您能告诉我如何借书吗？你是第一次来图书馆吗？是的。好的，我来跟你解释一下规则。在这个图书馆，每人最多可以借六本书和五张 CD 或 DVD， 不过总数不能超过十件。借书的时间为两周，如果你想延期，请在过期之前办理续借。杂志和报纸也能借吗？报纸不能借，但是杂志的话，除了最新一期的，其他可以借。能通过邮寄还书吗？我们不接受邮寄还书，请亲自来图书馆还。图书馆没有开门的时候，你可以把书放在进门的归还箱里，但是请不要把过期的书放在那里。我明白了，非常谢谢你。一名男子正在选择旅游保险计划，他打算加入哪一种计划？这次会是什么样的旅行？主要目的是潜水，因为我打算带自己的设备，所以我担心在旅行的时候设备被偷。我知道了，防盗窃保险包含在所有的计划内，但由于潜水的设备是一种特殊的行李，所以只有 A 计划才能赔付。或者你可以把针对潜水设备的特殊合同加在其他计划里。 A 计划是最贵的，对吗？ B 计划和 C 计划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是这样的，比如说你需要在国外住院， B 计划能支付你家人飞去看你的机票，而 C 计划不能。哦，如果我把潜水设备的合同加到 B 计划或者 C 计划里，这样会比 A 计划贵吗？这样的话 B 计划就会更贵些，不过 C 计划会更便宜些。好的，再问一下，有比 C 计划更便宜的吗？有的，我们还有 D 计划，但是如果航班延误或取消的话，这个计划是不包你的住宿开销的，所以我们不推荐这个计划。我知道了，我确实是需要住宿开销这样赔付的，不过我不觉得我需要家人机票这样赔付，所以我还是把特殊合同加在这个计划里吧。他打算加入哪一种计划？一名男子正在选择旅游保险计划。他打算加入哪一种计划？这次会是什么样的旅行？主要目的是潜水，因为我打算带自己的设备，所以我担心在旅行的时候设备被偷。我知道了，防盗窃保险包含在所有的计划内，但由于潜水的设备是一种特殊的行李，所以只有 A 计划才能赔付。或者你可以把针对潜水设备的特殊合同加在其他计划里。 A 计划是最贵的，对吗？B 计划和 C 计划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是这样的，比如说你需要在国外住院， B 计划能支付你家人飞去看你的机票，而 C 计划不能。哦，如果我把潜水设备的合同加到 B 计划或者 C 计划里，这样会比 A 计划贵吗？这样的话 B 计划就会更贵些，不过 C 计划会更便宜些。好的，再问一下，有比 C 计划更便宜的吗？有的，我们还有 D 计划，但是如果航班延误或取消的话，这个计划是不包你的住宿开销的，所以我们不推荐这个计划。我知道了，我确实是需要住宿开销这样赔付的，不过我不觉得我需要家人机票这样赔付，所以我还是把特殊合同加在这个计划里吧。一名女子正在向老板汇报调查问卷的结果。哪个图表代表的是 B 公司的员工？我上周让200位员工做了关于锻炼习惯的问卷，问题是他们一周锻炼几小时？下面是结果。A、B 分公司是分开统计的吗？是的，我们提供了四个选择：不到一小时，一小时到两小时之间，三小时到五小时之间，六小时以上。两个分公司选择一小时到两小时的都最多，
看来他们每周都锻炼一次。是的， A 公司接下来选择的最多的是3到5小时，不过 B 公司的是不到1小时。嗯， B 公司不到10%的员工每周锻炼超过6小时。是的，所以我在考虑举行一次大家都能轻松加入的体育比赛。这个主意很不错，这样也能为员工直接提供一个互动的好机会，我就交给你办了。好的，我会尽量做好。哪个图表代表的是 B 公司的员工？一名女子正在向老板汇报调查问卷的结果。哪个图表代表的是 B 公司的员工？我上周让200位员工做了关于锻炼习惯的问卷，问题是他们一周锻炼几小时？下面是结果。A、B 分公司是分开统计的吗？是的，我们提供了4个选择：不到1小时、1小时到2小时之间、3小时到5小时之间、6小时以上。两个分公司选择1小时到2小时的都最多，看来他们每周都锻炼一次。是的， A 公司接下来选择的最多的是3到5小时，不过 B 公司的是不到1小时。嗯， B 公司不到10%的员工每周锻炼超过6小时。是的，所以我在考虑举行一次大家都能轻松加入的体育比赛。这个主意很不错，这样也能为员工直接提供一个互动的好机会，我就交给你办了。好的，我会尽量做好。一位男学生和一位女学生正在讨论志愿者活动，他们会参加哪些活动？我听说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志愿者活动，然后在课堂上写一个相关的报告。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对吗？你想做什么？我还没决定好呢。我对福利活动比较感兴趣，而且我也希望能和他人互动。你选好了吗？还没有。我对环境问题挺感兴趣的，所以我在找像与自然对话这样的小组活动。比如说捡垃圾，那个也行的。不过我更希望参加与团队一起完成的活动，而不是单独的个人活动。如果有能让我获得一些领导经验的就最好了。正好我认识一个人，他参加的是和孩子一起种树的小组，你有兴趣吗？有啊，那最好不过了，这还是和孩子互动的好机会呢。你想和我一起去吗？可能吧，但是不过我还是想参加和福利有关的，我希望帮助到年长和残疾的人。我妈妈正好在帮忙护理年长的邻居呢，你愿意一起帮忙吗？愿意啊。他们会参加哪些活动？一位男学生和一位女学生正在讨论志愿者活动，他们会参加哪些活动？我听说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志愿者活动，然后在课堂上写一个相关的报告。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对吗？你想做什么？我还没决定好呢。我对福利活动比较感兴趣，而且我也希望能和他人互动。你选好了吗？还没有。我对环境问题挺感兴趣的，所以我在找像与自然对话这样的小组活动。比如说捡垃圾，那个也行的。不过我更希望参加与团队一起完成的活动，而不是单独的个人活动。如果有能让我获得一些领导经验的就最好了。正好我认识一个人，他参加的是和孩子一起种树的小组，你有兴趣吗？有啊，那最好不过了，这还是和孩子互动的好机会呢。你想和我一起去吗？可能吧，但是不过我还是想参加和福利有关的，
我希望帮助到年长和残疾的人。我妈妈正好在帮忙护理年长的邻居呢，你愿意一起帮忙吗？愿意啊。一家超市的经理正在和员工谈话，他们会如何摆放面包？我们新推出的奶酪面包好像卖得不好，是吗？是的，可能是因为摆在最顶部的货架上吧。是的，可能对老年人来说太高了，他们说不定都没有看见。把它们放在中间的货架上怎样？可以啊，客人来店里第一眼就能看见了。我们把一块红布放在货架上吧，这样他们就知道是我们新推出的面包了，你觉得怎样？好啊，那我们得把羊角面包移到其他地方了，上面还是下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卖得最好的放在最上面，就算不容易看见也能卖得好。这么说的话就是法国长棍面包了，把它们放在篮子里，这样更显眼一些，如何？这个主意太棒了，就这样放。那羊角面包就要放在最下面了，你能放一下试试看吗？这样怎么样？看起来挺好的，我们到下星期看看会不会起作用吧。他们会如何摆放面包？一家超市的经理正在和员工谈话，他们会如何摆放面包？我们新推出的奶酪面包好像卖得不好，是吗？是的，可能是因为摆在最顶部的货架上吧。是的，可能对老年人来说太高了，他们说不定都没有看见。把它们放在中间的货架上怎样？可以啊，客人来店里第一眼就能看见了。我们把一块红布放在货架上吧，这样他们就知道是我们新推出的面包了，你觉得怎样？好啊，那我们得把羊角面包移到其他地方了，上面还是下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卖得最好的放在最上面，就算不容易看见也能卖得好。这么说的话就是法国长棍面包了，把它们放在篮子里，这样更显眼一些，如何？这个主意太棒了，就这样放。那羊角面包就要放在最下面了，你能放一下试试看吗？这样怎么样？看起来挺好的，我们到下星期看看会不会起作用吧。Hi everyone, I'm Gabriella. How are your Chinese listening skills? In this video, you'll have a chance to test them out with a quiz. First, you'll see an image and hear a question.Next comes a short dialogue. Listen carefully and see if you can answer correctly. We'll show you the answer at the end. Are you ready? 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正在比较几家银行。女子会选择哪家银行？我在考虑开一个新的银行账户，因为我新接了一份兼职。你觉得哪家银行好？我觉得要看你需要什么，比如说 A 银行和 B 银行有很多分行和自动取款机，所以办理业务很方便。但是在 A 银行使用自动取款机每次要收费， B 银行在工作日的时候使用自动取款机就不收费。是这样啊，说到自动取款机收费，C 银行就从来不收钱，尽管他们的自动取款机不多。嗯，他们自动取款机不多，这点我不太喜欢。对了， D 银行的利率是最高的。是吗？不过我只打算用来存兼职赚的钱，也没有打算放很多钱在这个账户里。那你还是选自动取款机多，而且收费低的吧。没错，谢谢你的建议。女子会选择哪家银行？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正在比较几家银行。女子会选择哪家银行？
我在考虑开一个新的银行账户，因为我新接了一份兼职。你觉得哪家银行好？我觉得要看你需要什么。比如说 A 银行和 B 银行有很多分行和自动取款机，所以办理业务很方便。但是在 A 银行使用自动取款机每次要收费， B 银行在工作日的时候使用自动取款机就不收费。是这样啊，说到自动取款机收费， C 银行就从来不收钱，尽管他们的自动取款机不多。嗯，他们自动取款机不多，这点我不太喜欢。对了，D 银行的利率是最高的。是吗？不过我只打算用来存兼职赚的钱，也没有打算放很多钱在这个账户里。那你还是选自动取款机多而且收费低的吧。没错，谢谢你的建议。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正在安排他们的旅游路线，他们会以什么顺序来游览城市？我们明天走哪条线？我想去博物馆、城堡还有观望台。我想在路上顺便买些纪念品。博物馆从8点开到6点，城堡从9点开到4点，观望台好像是从早上9点开到晚上9点。城堡每天有2次特别导游讲解，一个在中午12点，一个在下午2点。我想参加其中一个。这个应该需要提前预定，你能在网上查一下吗？好。中午12点的那个已经订满了，订下午2点的可以吗？行啊，我们吃完午饭就可以去。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博物馆还是观望台？我很想看夜景，我们在城堡待到4点，再去观望台，你说怎么样？我觉得不错，那我们就在博物馆里的餐馆吃午饭吧，然后在参观城堡前去买纪念品。好啊，这个计划太棒了。他们会以什么顺序来游览城市？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正在安排他们的旅游路线，他们会以什么顺序来游览城市？我们明天走哪条线？我想去博物馆、城堡还有观望台。我想在路上顺便买些纪念品。博物馆从8点开到6点，城堡从9点开到4点，观望台好像是从早上9点开到晚上9点。城堡每天有2次特别导游讲解，一个在中午12点，一个在下午2点。我想参加其中一个。这个应该需要提前预定，你能在网上查一下吗？好，中午12点的那个已经订满了，订下午2点的可以吗？行啊，我们吃完午饭就可以去。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博物馆还是观望台？我很想看夜景，我们在城堡待到4点，再去观望台，你说怎么样？我觉得不错，那我们就在博物馆里的餐馆吃午饭吧，然后在参观城堡前去买纪念品。好啊，这个计划太棒了。一名设计部的女员工正在和她研发部的同事说话，请选择正确的产品包装。我们想请你为我们的新巧克力产品设计包装。我们计划同时发布2个产品，一个是可可含量为30%的甜巧克力，另一个是可可含量为80%的微苦巧克力。好，你想突出30%和80%的字样吗？对，可以把它们放在包装的中间，
或者用不同的颜色表示。好的，那我们就用红色盒子和黑色字样的 30% 来包装甜巧克力，用黑色盒子和红色字样的 80% 来包装微苦的巧克力。行，或者两个都用金色字样，我觉得这样会显得更奢华些。这个想法很好，我觉得也可以用白色来勾边，让字体更清晰。就整体布局来说，左上角写上可可，中间放一副巧克力的图片，右下角写上可可含量，怎么样？好的，可可含量用大一些的字体，产品名称我希望用另外一种字体，并且要加粗。行，包装做好了，我们会发邮件给你的。你什么时候要？如果可以的话，这周末做好可以吗？这周末啊，好吧，我们尽力。请选择正确的产品包装。一名设计部的女员工正在和她研发部的同事说话。请选择正确的产品包装。我们想请你为我们的新巧克力产品设计包装。我们计划同时发布两个产品，一个是可可含量为30%的甜巧克力，另一个是可可含量为80%的微苦巧克力。好，你想突出30%和80%的字样吗？对，可以把它们放在包装的中间，或者用不同的颜色表示。好的，那我们就用红色盒子和黑色字样的30%来包装甜巧克力，用黑色盒子和红色字样的80%来包装微苦的巧克力。行，或者两个都用金色字样，我觉得这样会显得更奢华些。这个想法很好，我觉得也可以用白色来勾边，让字体更清晰。就整体布局来说，左上角写上可可，中间放一副巧克力的图片，右下角写上可可含量，怎么样？好的，可可含量用大一些的字体，产品名称我希望用另外一种字体，并且要加粗。行，包装做好了，我们会发邮件给你的。你什么时候要？如果可以的话，这周末做好可以吗？这周末啊，好吧，我们尽力。一名男子正在投诉他在网上买的产品。他会换什么？你好，这里是客服热线。你好，我订购的产品和我收到的不一样。很抱歉，具体是哪里不一样？我买的是三个扣的夹克，但是我收到的只有两个扣。那一定是送错了型号，非常抱歉，我们马上给您换。您能通过货到付款退给我们吗？我们来承担费用。好，而且还有件衣服和我在网上看到的不一样，并不是我期待的那样，所以我也想把那个退了。有什么不一样？我以为是一件不带领子的 T 恤，但是收到的是一件带领子的 Polo 衫。我知道了，商标您已经剪掉了吗？是的，已经剪掉了，但是我收到的真的和图片上的很不一样，我还能退吗？是这样的，先生，我们的这款衣服确实是有有领和无领这两款，我们的记录显示您选择了有领的这款。哦，是吗？那一定是我点错了。只要商标还在，我们就可以给您换，但是如果商标剪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好的，那你帮我换一下夹克好吗？当然，对您造成的不便，我们再次表示抱歉。
他会换什么？一名男子正在投诉他在网上买的产品。他会换什么？你好，这里是客服热线。你好，我订购的产品和我收到的不一样。很抱歉，具体是哪里不一样？我买的是三个扣的夹克，但是我收到的只有两个扣。那一定是送错了型号，非常抱歉。我们马上给您换，您能通过货到付款退给我们吗？我们来承担费用。好，而且还有件衣服和我在网上看到的不一样，并不是我期待的那样，所以我也想把那个退了。有什么不一样？我以为是一件不带领子的 T 恤，但是收到的是一件带领子的 Polo 衫。我知道了。商标您已经剪掉了吗？是的，已经剪掉了。但是我收到的真的和图片上的很不一样，我还能退吗？是这样的，先生，我们的这款衣服确实是有有领和无领这两款，我们的记录显示您选择了有领的这款。哦，是吗？那一定是我点错了。只要商标还在，我们就可以给您换，但是如果商标剪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好的，那你帮我换一下夹克好吗？当然，对您造成的不便，我们再次表示抱歉。Did you get it right? I hope you learned something from this quiz. Let us know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See you next time. Expand your vocabulary with our Core 2000 Words ebook. It's free and packed with essential expressions that you'll use on a daily basis. Start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today.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 to download your free Chinese ebook before it's gone.